大家好，那个我是南哥 Daddy， 好久不见。大儿子四岁生日哦，他想要火车，所以我特地买这个蒸汽火车3D， 他煮完之后会类似变成这样子，所以想说让他一起来住看。有人叫我煮吧。这个就是说明书，我们就是看着它的顺序，一二三四五，把它煮起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、哦。对。哎，对，没错。好，拿到数字一了，一个一个压下去，会吗？等一个一个压下去，轻轻压，不要弄坏掉。轻轻压，还有压这里，压旁边。你用这只，你用这个拇指。王大拇哥，王大拇哥，轻轻压。地板有没有完成了？翻过来，翻过来正面。好，你看数字，数字二和三在哪里？你找找看。对，那是三。那二在哪里？二在旁边而已。不是，在上面一点。二找到了，好，你把它压出来。我把它自己压出来。好。好吧，妈妈，我是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。好了，来煮吧。说明书写什么？这个要放在它下面卡进去，对不对？有吗？嗯，所以我们要找到它的下面，然后把它卡进去。不是啦，这样子，你看它有个方向，这方向呢？这样子，那就把它卡进来。啊，弟弟。滴滴大便了，害羞。爸爸，我不想考他七分。没关系。是这样啊、哦。把它抓到前面火车的形状。套进去你会吗？是这样。你会吗？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还是答对了、欸，因为被你插进去，对，对对对，插进去有洞洞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快会煮了。我原本只是想说你会不会插进去、啊？对，酷，酷，是这样吗？应该是这是这样吧。爸爸，如果我嘴巴从这个吹，它就会当一个空气。是。